我们给今年的研究生准备的是刻有他名字的专属定制的扇子，扇子的正面是印有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反面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送给他们这样一把扇子呢，就希望他们一辈子都能够善良，然后也能够记住母校对他们的良好的教育。签姓名印章有很多时候是可以代替我们本人的一个签名的，所以印章本身就是代表着一份责任和他对于未来工作的一份担当。这份纪念品送出来，我们的同学们自己也会感觉到特别有纪念意义。收到学院送给我们这个印章，首先感觉到非常惊喜，因为我从小学高中之前的毕业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这样一个礼物，而且这样一个印章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的一个类似于签名的属于自己专属的一个这样的礼物。